你什么的，就是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一百多块钱一个鸭还吃，你吃得下吗？你看在你桌上，你看在我怎么弄死你？我跟你说，我知道这里有多少个鸭的，少了一个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。我是广西小凤，看到没有，我身后的这批鸭是第三批鸭卖剩的这个尾鸭，这个尾鸭现在呢已经变成老鸭了，老鸭呢在我们青州当地啊可以卖到20块到25块钱一斤，就看你自己的口才怎么去销售，怎么去卖。反正呢这批鸭子啊还有20多个，上面还有一点，卖的话也值个几千块钱。我也不知道我姐留着这个尾鸭留着干啥，我呢本来想啊宰一个给小勇吃的，我姐呢不同意，我问她，她也不说是什么原因。鸭子少了就是孤单了，在这里都不叫，之前啊一次性养几千啊，一来这里就哇哇哇哇哇的叫，现在叫都不叫了。这几个鸭有什么好看的呢？我还想问你嘞，这是第三批卖剩这个尾鸭是吧？第三批你想干什么？你留着这几十个尾鸭留着这干啥？我养老鸭。小勇呢跟我说想吃鸭肉了，我准备想宰一个给他。我还想吃牛肉呢。吃牛肉你叫你老公买啊，你就宰个牛肉给我吃呗。一个牛我怎么宰得动？鸭我可以宰，牛我宰不了。不想多。不是我想，是小勇想，他说他想吃土鸭啦，刚好我们这养了4-5个月了，也可以说是土鸭了。他想吃，我觉得还是你想吃吧。我不怎么想吃啊，主要是小勇，因为在他那里我也吃了他两个，一个土鸭吧。你吃的关我什么事啊？不行。那你你什么的，就是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一码归一码。那之前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宰的时候，你也没跟我说，你也宰了，也没说从里面扣出来啊。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两码事。那我又把它吃回来啊。吃什么吃？你吃就是说咯，刚刚你都说是小勇吃了，现在感觉是你吃了咯。我也吃，小勇也吃，宰一个烤来吃。不行，这个我啤酒鸭的要吃一个也不行啊。不行，我之前吃的那个都是脚不能走的，那个头歪的，这个都是正常的，这个都是很值钱的。我跟你说，20多块钱一斤，切，100多块钱一个鸭还吃，你吃得下吗？我怎么吃不上？我还吃得香嘞。不是，那牛肉这么贵，你还吃？你刚刚说的宰个鸭给他吃，那你怎么不宰个牛给我吃？宰个牛给我吃，我等一下我看到哪个大我就抓哪个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不行就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给个不行的理由。没有理由，你看在你桌上，你看在我怎么弄死你？我跟你说，我吃一个不行吗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有理由。那以后你老公想吃鸭，你儿子想吃鸭，你也不要宰了啊，你也不要抓了就要从里面扣钱。我不管你，我们吃的那个脚不能走路的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不能走路便宜卖，便宜点卖，便宜卖人家也不要。你说你不要我拿来卖，我自己卖。那怎么之前你没说呢？那你没跟我说你是吃那种脚走不动路的？那你没问我啊。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要上去看一下那个猪。跟你说，我知道这里有多少个鸭的，少了一个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！哎呦，我说把抓一个鸭给小勇吃啊，我姐死活都不同意。那他之前吃的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他吃了就吃了。我说打包一点给小勇啊，他都不愿意。现在我说抓一个宰来给小勇吃啊，他也不同意，因为这些鸭养的也要钱的，天天吃料是不是？一天比一天吃的多，虽然说卖可以卖20多块钱一斤，那也划不来呀，是不是？这个鸭子啊，都有7-8斤重了，因为养了4-5个月了，已经是老鸭了。一般我们都是养3个月就出栏了，现在呢，养了4个多月，将近5个月了。吃的话，它的这个肉质啊，非常的好了，它这个翅膀已经很硬了，还有这个嘴巴也是很硬了，所以说啊，可以卖了20多块钱一斤。我呢，我也不管了，我打算抓一个然后宰来给小勇吃了。我姐说她吃的是那种不正常的，那我明天呢，我就把这个鸭脚掰了然后宰一个吃。这些鸭子啊，一个可以卖到100多块钱，因为啊是老鸭，20多块钱一斤，怪不得我姐死
死活啊都不同意我宰给小勇吃啊。我一说啊宰个鸭给小勇吃啊，他就对我很大意见了，各种说法，反正啊各种理由说不赢他。他每次宰鸭的时候啊，他从来都不跟我打招呼了，想吃就宰，想吃就宰，从来不跟我打招呼。现在我说啊想宰个给小勇吃啊，他都不同意啊，真的是。这个羽毛啊长得肥的啊，这个走路都走不动了，太胖了太胖了。但这种鸭子是很好吃的，跟小勇他们家养的那个土鸭差不多的。他们家那个是喂玉米的，我们这个也是喂玉米跟饲料混合的，所以说这个肉质也是非常好的。我看一下哪一个好一点，然后呢我就宰哪一个。这个鸭子实在是太肥了，之前啊赶它的时候都飞起来，现在啊吃的太多了，没人跟他们抢着吃啊，所以说啊都走不动路了。你看到没有，我走近他们，他们都是慢悠慢悠的，之前不行的不行的。如果我想抓的话随时都可以抓，因为啊他们啊走得非常慢，我一手可以抓两个，一手可以抓两个，把他们赶下去吃东西了。